哎，这我盖得很好啊，很棒啊！你盖好传神哦。这要盖10个，我盖不下，没盖不完。对啊，我是哦，我不要调自动调整，现在这嗯，样，现在这样自动调整的声音会可跑以掉，了。声音可能会跑掉啊，所以，哎呀，不能肉少了一好，你个。打了，嗯，现在可以打那只猪必了吗？须，我的肉少了一个，我好想吃8块，哇靠，超屌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。卖牛排，那我猜的不错哎、欸，这是我带的，好屌、喔，自己的人好可爱啊、喔，带的，我要吃八块、欸，可以可以耶、欸，你笑什么？我八个，这样丑，这谁盖的？我盖的，超丑哎、欸，阿梅这个不行哎、欸，超级。而且你牛排只有4块，我比真的丢不出来，我丢不出来。还有叠在一起的，卢伟怎么这么凶？三角牛排，根本看不着他在盖什么啊？这是啥？哇，哎、欸，不是，这真的题目太难了。北海道最哦，日本地图。嗯，哎、欸，但我猜的很好哎、欸，只是我看不懂，因为下一个是我，但我看不懂上面白白的。日本地图都出来了，有还没做完，白的是牛。这是牛吗？我只想说，哎、欸，你刻意标注，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在这边，我就猜北海道。哎、欸，可以，可以，哦，可以，可以。北海道都对了，哦、北海道。日本这边。该不是这一题吧？不要啊！烂透了！这个到底是三小啊？粗口，你有够烂！哎、欸，我不会盖。下一题要低头。右边是日本嘛？那、啊、左边的 N 是什么？北边，北，最北啊！他说最北。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要低头了，要低头了，完了完了！低头低头，低头低头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？爱跟上一个北，爱跟日本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是这个答案 ？N 来说什么？因为有北，就是北有上有日本啊，上就是上嘛。啊、日本就是日本嘛，啊，我真是想不出来啊！你就说快，你想到什么打什么，你打啊啊啊也可以。好，上了，上了。怎么会是这？随便猜不出这个。低头。哦哟。哎、欸，他前面这是国旗吗？真是，这是国旗吗？对，那是国旗。那那个可以动吗？那个可以看自己国旗被干的、啊。给他都开关呐、啊！开关够。装上去。要装上去啊！哈哈。哪里？我来装。好好看好了，这是你的国旗。这是你的国旗。要被黄标了，要被黄标了。微博的全部都是你造成的。是你造成的，我才。这么开心干嘛？我肚子好痛，还只能被迫盖出这种东西。好的，好的，对不起。哎呀！哦、我要过去玩，行的。啊，在水里。把它盖起来。好，走吧，下一个，我不想再看。左边看日本片。左边这样，这是什么、啊？哦，超级霸王电影院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什么东西啊？居然不知道。超级霸王是一个招式，但是我真的做不出来。哈哈哈哈哈！谁知道啊？你做的，就觉得你做的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我觉得这是。这是金夏河耶，毛毛虫的小宝宝，毛毛虫就是小宝宝了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毛毛虫的小宝宝，你们箭头子的小宝宝，我怎么知道是哪一个？我猜的也差不多啦。哎，哈哈哈哈哈！毛虫哪会救急进化？工作急进化！我靠！哦，认真练空座是不是？这个练空座盖超好的。哦，画的不错。只是他口红有一点涂出去。很猛哎，这个绿毛虫在车上画口红，完神哦。我猜的。哦，绿毛虫跟你工作不错不错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超级机器人大战？这是我出的。是谁看得懂啊？哦，锄头，
等等，他们在大战吗？这不是只有一个人吗？大战吗？叫金弓钻石剑。猪头讲话不要在那边。我那是珍珠。北七哦，换你啊，你要讲话啊。哎、欸，我盖完一个机器人，然后就没时间了。哦，你盖这个花五分钟。啊，这宝箱是什么意思？里面那么大，里面有很多武器，他们在大战。超烂。手汗银斧头，你就超烂。因为我看里面就是。这是什么？我走不过去。我盖的金斧头，什么东西啊？跟衣服啊，有没有？好帅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而且湖中女神是三小，对吧？对吧？我感受到金斧头跟衣服。有，厉害呗！真的傻眼。哎、欸，踩倒了。哦、啊。哇，好认真哦，好认真、哦。是我的。盖一样。啊，不然你盖出别的样子给我看。啊、哦，我每次都是盖这样子啊。盖的好啊。这是湖中女神。哦、oh, 我已经忘记一开始的题目是什么，机器人大战。机器人大战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欸、这什么这种？真的假的？哦，真的假的？难道你盖了一个不错的东西、欸？我很会盖啊，盖、欸、的很好哎、欸。喂，给讲哎啊，错不错？那我猜的就是火遁，好火就不错。真的假的？哇，还新盖的、欸，还真的有火哎、欸。会喷啊！会不会雷啊？好烧哦！好火，给火就可以。对，哇，这个佐助猜得出来吗？这个佐助好像哦，粪球，好传神哦！就佐助火遁，好火球，停不下了。哈哈这足球员吗？吐血了吗？不错啊，盖得不错啊。哎，而且我也猜对。你有猜对。我说的，哇，哦、好火球，啊、没有，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东西，太好了。哎、欸、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三角，你嘞？对，无为无斗米折腰啊！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里面是漏斗跟幽灵？幽灵之类，是斗米哦。哦，所以哦，无斗米，你怎么不放小麦啊？会变无斗麦啊？你以为这不能从后面来？啊，怎么不会把你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是我。腰断到断掉，痛到流泪，还可以，至少没有在玩。对，原本那样感觉很会玩。哦、好，这个好久久啊，这个太低胸了吧？那个没有，那个是他是男生还是泳装穿男的？哦，怎么太低胸？也太低胸。腰断掉到痛到流泪，我觉得盖得很。哦哦，我腰斩了，大哭哭。有到有到，有还跟腰有关，都还跟腰有关。就是他，我的腰嘞。腰不见了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未来再见。腰斩，腰斩，我盖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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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结束了，笑死我了！我还想说，至少到最后还有折腰，没有腰了，腰还在，但是最后不见了，连腰也被腰斩，腰也没了。大家可以回去回顾一下菜渣盖的 masterpiece 啊！哎、欸，等等，那眼泪，你打地洞了、啊。我刚掉下去了。阿北跟日本人的故事。阿北跟日本人在哪里？前两题。我找到啦！从上面看又是另外一个风味。我还在想要怎么展现出阿北跟日本人。啊，一下就会可怕。笑屁哦！这个好屌、啊！你说从上往下看吗？太开心了！我因为外方块被黄标，会不会显得这个机制有点怪怪的？有可能会被黄标。不要玩呐、啊！你要从上面看，从、欸、上面看，你从上面看。
好噁、好酷哦，有够变态。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发现。付费观赏。哈哈哈。那现在要氪金。算了、哦。好。好、哦。大家想一下这一届要什么？等等，我要去。哎，什么戏？所以这次要什么？四个字。四个字可以，成语我觉得很棒。五个字啊，对啊、哦，念起来比较爽。所以我觉得四个字成语好了。要四个字哦。四个字，然后只能成语。不用成语啊，就四个字。还是要成语。不要成语好了，四个字这样比较好。因为你这样答题也要猜成语很难。对啊。我想到了。就单纯五个字就对了。已经想好了。四个字。所以是四个字吗？四个字吗？来了来了。等一下是四个再五个字。哎、欸，呱呱嘞！我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听他。接下来的。所以是四个字。忘记呱呱的。还是五个字？你忘记他的存在了。四个。好。啊四个字，然后，这场玩完还有凌晨他们哦，哇，今天玩那么多场啊，三场啊，所以等一下就要换人。OK 哦，好哦，那我可以休息了。哎、欸，我要先休息啊。哎呀，阿姨，好早。太久了，我要睡了。哦。晚安。而且刚刚菜渣忘记我的存在了，我要。哦哟，菜渣真的很坏、欸。真的，我要去睡了。就可以讲话了。都没有让人家参与。No， 我累累。拜不。拜拜不。好了吗？超废吗？嗯，还好吧。What's time limit? No. Mystery level 是什么？不用，就是第二个 yes， 其他都不用改啊，不要强制啦。啊，强制比较有那个紧张感啦、那個，而且就不会说有人盖太久。可是四个字能盖多久？时间够多才能盖出 masterpiece。不行，你们不能就是被惯坏。好，我够了。Go go。四个字啊，我已经想好了，这个很好想的啊。啊，我不想出慈姑观音太常见了。结果有人正在打，我就把他讲掉了。啊？把他故意把他讲掉了，就不会有人出了。嗯。菜仔，你等一下，你先不要放嘛，我想去吃个头痛药。你先不要放了。我先不要站，我去上个厕所。我在想，海螺塔。我回来啦！回来了。我要上厕所。拜。有一点累，但是，还是得做。Do the right thing. Do thing right. 好难想哦，剩我来。来啦。
好啦，会不会有人跟我出一样的题目啊？我有点紧张。我乱出。我好怕你在我后面哦，你又没有玩这个。那个啊。不行，你要出大家都知道的。好，那我出这个。我刚刚也是，本来你知道我刚刚本来想出什么吗？嗯。我刚刚本来想出汁多汤甜而且很香。啊，那我一定不知道。干，那个难盖。对啊，但是你看七个字很完美。但是后来就改成北海道最好的牛。那你出啦！干！好，那就出这个。你怎么不放一只牛在最上面的？对啊，我想说你就放一只牛，应该很好盖。我那时候还是想说要表现北海道啊。当然小脑袋瓜转不过来吧？对啊，我小脑袋瓜转不过来，我没有脑袋瓜，怎么会以为我脑袋瓜？有点理智学。彩杂，他刚才等你啊？是啊，他突然跑走。欸、我在这边放水的话，猪会被淹死吗？然后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变成看片那个了，傻眼。阿雷吗？对啊。等一下，可以改吗？这可以改，赶快。对啊，就拿回去再命名一次啊。还来得及，快改，快改。我觉得我现在举的有点无聊，反正无聊的东西都会。快点，我要上了啊！变一个样子。可以取色色的名字吗？等一下，等 Lucy。快点，我要上了。我换成一个色色的，我突然有灵感。我要上。完了，等一下知道是你的。色色的，对不对？你在开心什么，妹波？我应该把我的摄影机对着妹波。耶，要太噶！太噶，你应该拿那个摄影机对着你们两个。拍一下他的，你们两个一起，没事，对，我没有在电子大厂里面开过。呱呱晚安，晚安呱呱，晚安，一回应，晚安，回应了吗？拜拜。我们是不是这边的人都应该要把 Skype 自动调整关掉？我关了，哎，我还没关。哦，嗨，海洛，那是什么？就按按，喂。我调设定啊，音讯视讯设定，动调。可是这样我讲话不会很大声吗 ？OK， 还好，跟平常差不多。好 ，OK 啊，我这样 OK。我命名喽，我要命名喽。好，你好了吗？都走。第41届开始了。咚！哇！好辣啊！可恶！可以。哎，为什么又是这种题目啊？哇！这刚好是我盖到这个，是太巧了。哎呦，干这要怎么盖啊？我操！我怎么每次盖的人都长一样？因为这个东西很难有变化。哎，流体目前只有水跟岩浆，对不对？嗯，好了。怎么办？我要怎么表现那两个东西？据我所知，这个游戏里面好像没有那两个东西耶。对吧？对的。来求助聊天室，怎么办？哦，对耶，糟糕，对吼，样子比较像。来得及吗？
是来不及，我是不是给自己，是不是太有信心了？盖这么大一个。有感觉吗？可我很希望它能体现那个 feel 了。Apple，声音听不到，不过我觉得很有可能是，还是你的声音很小声。那我的声音要怎么变大？变大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15秒，敲不掉哎、欸，砖块敲不掉，发生什么事 ？bug 啊、哦，嗯，怎么办？敲不掉，嗯，哦，来不及了，一秒，拜，啊，这什么？这是啥？好可爱哦，这是啥？干，好难的感觉哦，我知道，我的秒懂，我要重来一遍，我秒懂，原来我是在凯罗后面。二 D 啊？嗯，是二 D 还是三 D？ 阿雷，哦，秒懂，我要顺利。越想开这个。哦，中！过得很难呢，我没有画面。你眼前是什么画面？这从哪个角度？哎，那指令方块要怎么瞄准猪啊？指令方块瞄准猪？对啊，不然为什么杀掉以后就没办法？把这只猪设定成就是跟指令相关的，他在做这只猪的时候就把指令打好。哦，好难哦。所以要是他死了，复活也没办法。对。你敲死了吗？没有。哦。敲死了！有、我也要敲。不行。拜托。圣露西。啊，真的吗？好，那我。现在如果敲的话，就重来了。对。Oh my god， 那不行啊！露西干嘛的？啊，我好了。哦，
是谁？哇，好难哦！哦哦这个是啥嘛？这是啥？哒哒哒哒哒考验我啊！我要先跟下一个猜我的作品的人道歉。就我。我要跟你道歉。这是什么？